京站，我来了，好期待。今天的歌单是什么呢？李莎知道，好多方。李克勤《北京巡回》演唱会，再换衣服。红热，昼盼云梦，好像很久没听了。如果我是普通人，我要进去，怎么都进不去啊？怎么搞？怎么搞？Hello， 这里到了，这里到了，这里到了。你边啊？唔系好黑啫嘛？嗰个装黑啲。唔系我见你仲黑，之前好黑都试过啦。唔系我见，你影张相，我影张相先。好啊。来来试试啊！不如大家试试。多谢多谢多谢。工作顺不顺利？什么穿怎么想？我说我习惯了，因为我是北京人。你现在看三个人，看三个人要穿怎么多？羽绒服。穿怎么多？我们说这个香港人，他穿羽绒服的。加油！在香港的时候，我感受就是交响乐跟克勤的配搭是非常震撼。我在北京站是第三场，坐在第一行，近距离的去看，我觉得肯定很有气氛。今天还有很多运动员过来支持克勤。所以希望他们喜欢这个 show， 哇，舞台好美啊！他过来支持一下，好开心！心中的他，两决定不听叫唤，跟他败家。收收任那风，不准吹响他。他那又有眼神，反要对我说话。谁都只得那双手，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。要拥有，必先懂失去怎接受。如一夜尽尽，夜幕的表真，如潮流不发生，会留住你如初。第一关，我先来。可能做完这个演唱会之后，很多人会说谢谢我带给你们一个非常开心的晚上。确实，你们也带给我一个非常开心的晚上。谢谢。听了这么多年，我还是保持一个非常感恩的心态，由衷的感谢每一位的观众朋友。觉得每个艺术家都很有才华，今天的歌曲有一点不同，都是很惊喜。克勤也唱了很多其他歌手的歌，我觉得他的演绎出来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小红书。